Hello，小朋友们好，今天我们玩一发爆破积木哦，里面共有26片多种形状的积木，倒计时积木搭建，好玩又益智，共有20个关卡等你来挑战哦，快来玩一玩。这些是关卡卡片，稻草人初级30秒，高级20秒，背面还有推土车。火箭、字母、火车头、哇哦，积木都是大颗粒哦，有圆形、正方形、长方形、三角形。哇哦，可爱的玩具，上面都是《警车联盟》里面的动画角色哦。我们把一张关卡卡片插上去，拼搭铁塔。我们设置初级时间40秒，一二三四，按下，开始了。快点，快点哦！倒计时，好，赶快暂停！哇，成功啦，好棒啊！接下来我们再挑战。骆驼，高级，20秒。我们把其余的灯灭掉，设置20秒。好，开始。哇，时间太短暂了，好紧张啊！倒计时了。输了，爆破了！接下来我们挑战长颈鹿，高级20秒。我们打开时间，20秒，开始。又输了，我们向下按一下它就还原了。小朋友们，我们今天就玩到这里啦，拜拜。